得倒美，想给锦心报早教班，他那点心思，还以为我看不出来呢。什么意思？说谁呢？这是？那个小妖精，孙什么孙孙小肖。小饶，小饶啊，是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讲，他最近呢总跟佳倩俩套近乎，他就没安什么好心，他劝佳倩报什么早教班，这样他可好了，啊，佳倩一带孩子去上课，他有机会跟刘洋接近了，跟刘洋约会了。嗨，人家花了那么多钱，也是一片好心。什么好心呢？现在无利都不起早，哪有那么多好心的事儿啊？你就连把人往好了想，他就是他那点心思，想跟刘玉阳俩，他是为了锦心吗？他凭什么为锦心好啊？他跟锦心有什么关系？脑子你真……这是……哎，又怎么了又？哎呀，小家巧还是斗不过老家贼呀！他提醒我了。我也赶紧给锦心报一个早教班，早教班规定，就是父母两个人必须跟孩子一块儿去上课。这样的话，明白没有？明白没有？哦，呵，明白了。对呀，这样的话，对呀，对呀，这是绕什么？这样的话，就刘洋跟那个佳倩必须陪孩子每周去上课，咱给多报几堂，咱他基本上天天都有。嗯，这不天天待在一块儿了吗？三口之家多好。哎呀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可是咱这锦心还不到一岁呢，还哪有什么呀？越早越好，你再晚了来不及了呀。就这么定了，我明天就去给他报班。哎呀，赶紧上车吧，你。哎妈，您不去啊？哎，我不去，那谁都在那儿等了。啊，谁啊？刘一阳，我都打好电话了，你赶紧上车。干什么呀？快点吧，都快晚了，再。哎，宝贝儿，好好上课啊，好好听妈妈话啊。好嘞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师傅，少年宫啊，少年宫。啊。锦心，咱们吃块饼干好不好啊？来。吃啊！喂，你妈什么意思呀？我都受不了。她说你要带着女儿去早教中心上课啊？还我呢？那我这也是被逼的。孩子没必要这么早上课吧？啊？你需不需要我陪你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上那儿我就把课退了去。我真这么下去，我都快疯了。行了，你别管了，就怎么着吧。嗯，行，你定吧。拜拜。锦心啊，咱们把课退了好不好？反正就是不上课。做家长的，平时不注意，出了事儿啊，就知道往医院送。看表面是没事儿，可好多孩子摔了一跤，造成颅内出血，睡一睡就没了呼吸。真弄成这样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后悔就晚了，哭都来不及。不是，您别把事儿先说这么严重，你先说孩子现在到底怎么样？你要想放心呢，去做个 CT。可孩子这么小，做 CT 你们得考虑后果。不是，那不做 CT 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啊？后果我都跟你们讲明了，你们是家长，自己选择吧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两个大活人，一个孩子看不住，他居然把孩子事儿怎么能不尽心呢？宝贝儿啊，快来！你给我来一个！这孩子出事儿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我高兴我消停啊？你把孩子摔了，你还有理了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们好吗？不用你为我好，我真的受够了，你折腾我一个人不够，你还连着孩子一块折腾。佳倩，你别那么激动，你
说妈不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什么呀？我就是真心为了你好。不要你为我好，你就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，你怕走了又成一了，我受够了这半年。说什么呀？你在说什么呀你？我为你我都操碎了心，你说出这种话了你？我就是吵什么吵？这是医院。不操心，我和孩子还能多活几天我。佳倩，你太没有良心了，这话是你说的哈，你记住了，今后我要是再管你的，我就……对，是我说的，求求你别再管我了。哎，佳倩，佳，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气话气话，别着急，你看，你这，哎。你看这馋的，馋的哟，这小嘴馋的。哎呀，今天的菜都特好吃，是吧，宝儿？看你吃的，这小嘴。哟，好。哎，不是，让佳倩过来吃吧。不行，从今天开始这家没他的饭。他不是嫌我多管闲事吗？我今天就不管了。天天吃方便面也不行啊！闭嘴。你吃不吃？要不吃，你也回屋去。3083级逝者在德国接受治疗后被关押在德国监狱。很快就将他们。哎，老爷来啊！哎，你先出来，老爷呗。哎呀，哎呀，这电视也是我的，想看自己买去。哎呀，这红烧肉太香了，到嘴里就化了，越嚼越好，是不是，宝贝儿？来来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给锦欣买早教卡，只是想让她早点开发智力，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，真的对不起。没事。你千万千万不要生我的气，我要是知道童姐姐一个人带孩子这么危险，我打死都不可能去说什么早教的事情了。行了行了啊，没事，你也是好心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来，你把这个给我做出来，明天我要用，啊。还有，哎，那个。你得跟他们说，我们那个视频的东西已经都做完了，看他们什么需要。好，好吧，什么时候需要你给人送过去，好吧。你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我给你弄点咖啡吧。不用了。那一起吃饭吗？吃不了了，我得去看看你了。把这收拾一下，你开我车去吧。嗯。童佳倩一个人带孩子那么危险，我打死都不可能说那个早教的事情。哟，姑奶奶，您絮絮叨叨都一上午了，你不是你再磨叨，你成祥林嫂了。哎，你忙就是嘛。刘洋最疼他女儿了，现在锦欣因为我受伤了，他肯定恨死我了。我说那这事儿他也跟你没有多大关系吧？怎么能没有关系嘛？要知道那童佳倩一个人带孩子那么危险，我怎么可能说嘛？是那是刘洋他也没那么小心眼儿的。他已经对我冷冰冰的了，那是你太在乎他了。能不在乎他吗？我喜欢他呀，他怎么才能在乎我呢？我又不是他，我上哪知道去？那我怎么办嘛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我怎么办嘛？知道。等等，啊，这公司最近的事儿还真挺多的啊。现在撒谎都不脸红了。把脸擦擦吧。公司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，别胡
说八道。什么胡说呀？他们就是不要脸，一个是饥渴的老女人，一个是往上爬的凤凰男。佳倩，佳倩，这女孩找你。佳倩姐，是你啊？有事儿吗？我有点事想跟你说，我们能不能出去说呀？可以。佳倩姐，我是真的想来想去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只好来求你了。这我真帮不上你。可是好歹你们也结过婚吧？你想，我要知道跟他怎么能好好相处的话，我跟他还能离婚吗？是吧？你要不要喝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他，真的很喜欢他。可是我发誓，在你们离婚之前，我跟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。这真不重要。可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就算偶尔我脑子里面会有一点小小的想法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实施过。那个时候他对我还挺好的，可是现在什么都变了。可能是那个时候你比较放松，现在你太在乎了。能不在乎吗？他那么好，一个不留神很有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你，我现在所有心思都在他的身上。他一起身，我就要想他是要去哪儿；他一拿杯子，我就要想他杯子里面有没有茶；他脸上一没有笑容，我就要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惹他生气了。你这样活得会很累的。累啊，很累啊，可是我又能怎么做呢？我觉得感情上吧，你还是做你自己吧。做不到吗？那怎么办？佳倩姐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帮帮我。真的，对不起。好了，谢谢丽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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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跟你前夫还没完啊？离都离了，还没完啊？那今天这女孩来是干嘛的？你们不会是三角恋吧？你真想多了。刘玉阳就算不是你的情人，也是你女儿她爸，也算是你亲人吧？哎哎，你要再说这些的话，晚饭让你请啊？怎么能让我请呢？你老妈断了你的伙食，我好心好意陪你，不带这样的。妈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在哪儿吃的饭？我出去吃了。您不让我在家吃，我还不能出去吃了？那我不得饿死呀？你知不知道刘洋要来？来就来呗，来一句。瞅你那副样子，赶紧的，快点。干嘛呀？赶紧。春天天气真好，花儿花儿嘛，花儿都开了。回来了。嗯。杨柳树枝对着我们弯弯腰。谁回来了？妈妈回来了。叫妈妈了吗？哎，还好没留下后遗症。没事。来，花儿刚才给妈妈做一个花儿怎么做来着？爸爸教你的花，对，花儿是不是？能求你一事吗？啊。
以后能不能别让你们公司的女同事上我们单位闹去啊？不是，怎么了？你们公司那叫什么孙小饶的，上我们公司去哭了半天，我们同事还以为我怎么着了呢。我真没你想的那么好，我这人一身的臭毛病。我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，我也不会离婚，对吧？你年纪还小，长得又好看，家里条件也好，你真的应该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的、合适的男人。可是我就觉得你好，我就只喜欢你。这么说我还真不太会往下接了。总之呢，我就是觉得啊，你真的应该去找一个。你别告诉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，我只喜欢你，我只想找你。刘洋，你说吧，你不喜欢我什么，我都可以改，我又什么都听你的。我喜欢你都好久了，是我家里有钱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真的为了对方做过什么，我也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么好的人。我以前喜欢你都是偷偷的，可是现在你离婚了呀，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呢？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努力，我会让你满意的。你做我男朋友好不好？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心间，想你是你。别渗着了，哥们儿，赶紧的吧。你愿意娶我为妻吗？愿意，就这么定了，散会。
累了。啊。既然你今儿约我出来呢，那我就把该说的都跟你说道说道。我也不绕弯子了。我呢是这么想的，现在咱们公司已经慢慢的这个步入正轨了，我觉着有你和冬瓜在就挺。停，打住。刘莹，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我一女孩子还没怎么着，你开始扭扭捏捏了。我知道你是怕我尴尬，可是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已经翻篇了，我已经对你死心了。从一开始，你对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没有感觉。我错误的以为你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不可代替的人。这年月，秦香莲式的女人已经没有人同情了。林黛玉那样的姑娘，哭着哭着也就成了祥林嫂。至于王宝钏，苦等寒窑18年，偶尔守株待兔，运气好等的丈夫荣归故里，并且不忘旧恩，但是概率几乎为零。哪怕我打算像王宝钏那样大度吧，可也没有人给我机会表现啊。不管我对你再怎么好，你都不会领情。你不是看不到，你是假装看不到。我很清楚，我不是你要的那个人。不管我做的再怎么完美，也比不上人家佟佳倩什么都不做。那个位置原本就不属于我，我又何必要往上挤呢？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我以前眼里100%都是你刘易阳，可是现在我要腾出1%的空来看看别人，也许是有收获的。今天我和冬瓜休息，但你得继续回公司工作，请不要辜负我们在工作上对你的信任。明天见。晚上吃什么呀，丽丽？今天晚上不能陪你了，我要回家给我妈过生日。好吧。哎，你跟你妈关系是不是特好啊？你妈是不是不啰嗦呀？不啰嗦才怪。再说了，我现在都没有嫁出去，更有话板在她嘴里。这老太太上了这个年纪啊，眼皮子底下就两个人。一个我爸，一个我，让他叨叨几句，少不了几两肉。我以前也是跟你一个想法，我想，我连我婆婆都能忍，为什么不能忍忍我亲妈呢？可事实它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说，练到你这个境界，还真不是一般人。我没什么境界，咱们都一样，我们啊都是战斗力成长的。哎，干了。把这个复印一下，然后给客户送过去。好。哎，玉姑娘，刚才方总来电话，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啊。那个，你跟他说，我还有业务，着急出去啊。哎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富贵，他怎么躲着他呢？你们不知道吧？最新消息，魏国宁的原配要来了。啊？他结婚了，该是女朋友吧？老家的。听说啊，高中就开始谈了，一直谈了好多年呢。你说他原配要来了，他还不得收收心啊？特蕾西受得了啊？不吃醋啊？他不吃醋才怪呢！你没看这两天他那脸，分分钟都能打雷下雨。我让你找魏国宁呢。他说他有业务。他说他有业务，怎么说他刚才在这儿？对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见我？啊？我说的话不算数是不是？我说的话都当听不见是不是？那我要你们干什么？啊？你们又坐在这儿干什么？怎么那么急呀？说走就走啊？工作需要，工作需要，你多少年你都不出这种差了，他们为什么不让年轻人去啊？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工作呀。
呦，你还挺体谅他们，咱们这就不应该老同志，你知道吗？坐一天一夜的火车，人不都坐傻了吗？就几天，这几天就回来了啊！爸，我送你啊！啊你还去啊？安慰啊！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欺负人。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没事，就几天啊，你保重吧啊！行好，走吧。那你也小心点路上。哎，好。你到那儿可给我来电话啊！哎，好好好。你笑什么？爸，嗯，这次出差是您强烈要求的，哎，我知道，不，我用脚趾头想想我就知道，您就是想躲开我妈几天。不是，瞎说啊！不是，没事没事，远着听不见。就你机灵。您这个这么多年也还真是不容易。我跟你说，你妈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你知道吗？就为你的事儿，她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！知道她那么不容易，您还跑？不是，那鲸鱼，对，鲸鱼在海里边生活，那还得时不时的是吧，上来喘口气呢。我这个也是，哎。我这回来是为了迎接你妈更多的挑战。哦，行。我说，差不多就别跟你妈怄气了啊！你妈现在是那个特殊时期。您这属于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你记住了啊，有事儿给你爸打电话，给我，嗯。行，回去吧，走了啊。拜拜啊！拜拜。记性啊！土豆你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哦，不吃啦，再吃一口吧，再吃一口吧！啊，来，来，再吃一口。哎呀，真乖。嗯，走了，走了啊！来，吃一口。干什么呀？贿赂我是不是？嗯，我不吃这一套啊！这是景欣给姥姥吃的。今天他会说话吗？快让姥姥吃。你拿不拿走？你不拿走我扔了啊！别，不是8块钱一个呢，您舍得扔啊？舍得。哎，别，妈妈，我从小到大吃您多少鸡腿啊？还您几个怎么了？还得起吗？你吃我多少鸡？你吃我多少顿饭？穿我多少衣呢？你还得起吗？你是您这个是得好好算算。嗯，您吃点凉菜，我超市买的。超市买的凉菜也能吃啊？哎呀，我发现你买东西也是好赖不懂哈。那您吃点咸鸭蛋吧。不吃。哎呦，这个土豆泥特好吃。不是您吃好吃。哎，你今天想干什么呀？你想跟我讲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煤气没了，那明天开始还是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，咱们各过各的。不是，别妈，我欠您那么多饭，我还没还呢。你还不起，你永远也还不起。我呀，算是倒霉，我认了。别这样，你吃一个。吃什么？吃一个老爷爷。你困不困呢，宝贝儿啊？装睡没劲，你过来干嘛？嗯，妈，咱俩讲和吧。谁跟你讲和呀？咱们就仨女人，分成两个阵营有意思吗？我也觉得没意思，那不是你愿意分的吗？你要独立呀，你跟我闹啊，你不听话呀。
我哪敢不听您的话呀？您是正义的化身，英明的领导。你看我这两天离开您以后，我就像一条小船失去了方向了。您赶紧打开您那灯塔，给我指明那前行的方向。行了，别一套一套的，干嘛呀？我知道了，服软了是吧？嗯。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。你跟我说你怎么想通的？您是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真话，快说。真话就是您是我妈，我不能跟您较劲。不真诚。怎么不真诚啊？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肺腑之言。我不想我将来后悔。真的。嗯。佳倩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嗯，就是你看妈一直跟你说吧，你说锦欣的爸爸就这一个，刘洋这要真是复婚了，你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妈知道你脸皮薄，你不好意思，女孩子也应该这样，是吧？但是妈去跟你说呀，妈去做工作，让刘洋主动给你个台阶，知道吗？不是不是，怎么扯到刘洋了？这跟刘洋有什么关系？你行了，你呀，我知道你在妈这儿，你也是脸皮薄，用不着啊，妈知道怎么办了。关键的时刻，佳倩。你有时候你就拎不清，你知道吧？你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，但是妈给你掌舵，妈给你把关，这事儿行了，你放心吧，睡觉，妈知道怎么着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你看你还真没少买。哎呀，家里来人啊！哎呀，是不是那前女婿呀？哎呀，什么前女？你这说话我怎么就不爱听呢？你看你们佳倩这婚都离一次了，我们杜毅这头婚还没戏呢。哎，你这是夸我们还是骂我们？不是，哪能骂你？我就瞅我们家杜毅，我现在是诸事不顺，孩子没女朋友。哎，我想投资买个商户，就在天宝园那边，还没排上号。天宝园呢？啊。你跟我说呀，我一朋友在那，就那弄的他的地盘，真的是。哎呀，你可千万给我落实这事儿啊！哎呀，你再疼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敢保证别的，但是呢，我肯定能给你要个号。哎，太好了。打一下。喂，哦，阿姨啊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孙小饶。他现在不在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喂，喂，哎，这么快就勾搭上了，不会吧？佳倩呐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妈，他爱找谁找谁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我不回去了，我这边有一大堆事儿呢。行了，就这么着。怎么了你？啊？没事儿，我妈说。我前夫找一女朋友，是不是心里有点酸酸的？不是，酸什么呀？多高兴一事啊！高兴？不像。怎么不像了？你看，省得我妈老惦记着他，唠唠叨叨的。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高兴啊，未免也太早了点儿。怎么了？我太知道这些家里有未嫁女的老太太了，人家那脑子。诸葛亮的锦囊，一计接着一计。跟你说啊，你前夫没戏了，你妈还能翻出更多的来，你啊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不会吧？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妈，我叫您半天，您怎么不吭一声啊？我还以为没人呢。都怪我心慈手软，我上次没一举灭了那个小妖精，留下后患。
反正这后患不都交给刘易阳了吗？也没落到咱手里。刘易阳跟你说了吗？那小妖精她真没蒙我。对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哎呀妈，不就一刘易阳吗？没了他我还嫁不出去了。妈，你也太小看你女儿了。这个，我肯定能找一个比她更好、更爱我的人，你信吗？你有这个志气？那可不是，为了你我拼了。这才像我田淑云的女儿。说想吃啥，妈给你做去。嗯，蛋炒饭。OK。佳倩，那个四表姑的电话，她问那个你离婚的事儿，你跟她说。不是咱的责任，是男方的事。等一会儿啊，佳倩跟你说。哎，四表姑啊，嗯，哎，就是性格不合呗。嗯，哎，您跟我妈说吧。喂，他四表姑啊。是，就像孩子跟你说的，是他们在性格上好像有点，对，所以是不能在一起，那这那绑在那儿也没意思，是吧？行，没事儿，那个，啊，哎呦，是吗？啊，那有合适的你就帮着看着点呗，都是当长辈的。是知道你都是关心他，嗯，好，什么条件呢？那你跟佳倩说，佳倩那个是问你什么条件？说妈，说妈，我说不好，他忒不好意思。那个好条件呗，啊，行，要有这方面的你就给我们看着点，然后你给我打电话，好。谢谢啊，谢谢你，注意身体，保重啊，好，再见。你干嘛呀你呀、啊？你看人家都是好心好意的，知道你这事儿，你怎么这样呢你？妈，我就是怕说不好，您说不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佳倩，你这离婚这事儿啊，妈也不说了，也不埋怨你了，妈知道你也不好受，你也不愿意，所以呢，妈不提了。但是你必须明白一点呐，咱们得找。尤其是你最近你也看出来了，妈，有时候这个刘易阳啊什么的，那都是妈的费尽心思在安排呀。为什么呀？那不还是心想，要是能复合的话，你还是最好的选择嘛。毕竟他是锦欣的爸爸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。一个是刘易阳这儿，还有啊，咱也得普遍的，就是得看，你碰上好的，你不能错过。你要是错过了，就是年龄不等人呢。行，你不爱听这，我也不说了。我跟你说，倒是别跟那个身边那些人说离婚这事儿，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是吧？等过一段再说，好不好？你这才这么短的时间嘛。听见妈说话了没有啊？听着呢。找不找啊？妈，嗯，您说了算啊。好孩子，你要真这么想啊，那妈就踏实了。